选，这样空白键会跳回来。那中心点选一下，选它之后的话呢，就跳回来八个360度按确定。所以这边的话，记得就是一一定要环形的，二如果没有选，这边如果零个的话哈，你就要选这个地方，再去把刚刚那个弧选取起来。这个哦，这个一定要选哦。那再来二的话，就中心点，这边要选择八，啊，然后这边选择确定第四个动作，好了以后按确定就做出来。那最后呢，再补一个这边啊，直接再到这边，或者直接输入半径的话就是35除以2 ，Enter， 这样就好了。好，那最后如果你要标注，确定说尺寸正不正确的话，你可以再加入标注，有没有？这边有很多标注嘛，对不对？标注里面哦，选择什么呢？线性，线性的地方点一下，然后从四分点到四分点，往上拉，拉到哪里呢？拉到这里，点一下70就正确了，哦，70就正确。好，这边的话呢，我想你们试试看这一题，把画面的话给各位一下啊。那如果画完这一题没问题的同学哦，就可以画下一题哦。